接下来要公布升入第二赛段的学员成绩。不会吧？现在就走吗？上班紧张吗？明天什么？明天上班紧张吗？影响什么吧？影响什么吧？但我就给你提个要求吧，我觉得反正你要演的是个经纪人，我没有是一家经纪公司，你就来我们公司来体验一下生活。我去做经纪人吗？对。你敢把谁交给我？我给你带跑了，那怎么办？你首先要先做我的助理。啊，我对，明天我要去上班。啊，对，小乔，你觉得当他助理他要干嘛？你知道吗？不知道。当他助理压力挺大的，你能做会议记录吗？会议记录不就是说什么都记下来，差不多了吗？你学会 PPT 做 PPT 了吗？什么 PPT？ 哦，我知道，上学的时候学过的，要用那个。会打字吗？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明天去干什么，明天才告诉我老板。现在还不知道他明天要给你布置些什么东西。你现在要给老板打电话吧，快要到他家了。Hello。喂。你在干嘛？我在那个开会。嗯，你没有在家呀？我没在家呀。你是现在到我家了吗？对啊，差不多快到了。哦，那你要想想先帮你开门，你在家里乖乖等我哦，你在家里乖乖等我哦。乖乖，我有点慌，我有点热，听完你这句话之后，为什么你会这样？好吧，我会乖乖等你的哦。好的，一会儿见，拜。一会儿见，拜拜。他突然这样跟我讲话，我很不适应，你知道？乖乖等我哦。会给你撒娇哎。哎，我今天没有准备特别好，一些很好看的衣服没有带来。29层，对。哎，这拖鞋好舒服啊，真的。这种就是想帮他收拾的冲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场？我叫你的阿姨来可以吗？有没有钟点工可以叫一下？哎呦，我知道了。你受委屈了啊！现在无处立足。哎，这西装挺好看的。你为什么开始试衣服？哎，我觉得你试完之后可以正好挂起来，又省去了你专门收拾的时间。是我正在干呢，小姐，你觉得我可以坐哪，可以住哪？如果我不收拾的话，很想帮你，但不想动手。你就走吧，你就这样看着我的腿。可是他的衣服好像连衣架都不够，我觉得。哎呦，真的是，哎，你也放下。我觉得你擦拭完了之后更乱。我不，我就要收拾。你不要给我搞乱。还有那个裙子不能用这个衣架挂的，用这个呢？对，那个还可以。你还要分色系啊，不要那个什么，你别动，这么麻烦还要分色系。当然了，印花和不印花，棉质衬衫和丝绸衬衫，各种都要分开的呀。你自己干。你这样找衣服的时候才可以很明确的，就一目了然。天哪，就可以找清楚了。
好了，干净多了。太干了。拜拜，不要再想我啊。这个家里怎么一点点电影的碟片都没有？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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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你家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刚结束，刚一从公司准备离开。哎，你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晚上吃什么呀？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吧。每一个客人这么快就开始嫌弃新主人家，我感到很伤心。那好吧，那我要不然我们超市见。好的好的，我一会儿那个直接在超市跟你见面。哈喽，你今天穿这么好看呢。哎，你需要做晚饭吗？请问你买这么多吃的是？我又吃不了。所以我没敢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能吃什么。我血糖高嘛，就只能。我可以吃牛肉。那我们就弄牛排吧。你会吗？开火，放进牛肉。确定吗？煎一煎是可以的。我觉得我们俩就反正也吃不了什么，就搞两块最好的肉好吗？好啊。可是你真的会做吗？我们要不然先把它煮熟。然后再拿辣椒酱蘸一蘸，我觉得也行，这样比较保险。这两块可以吧？可以啊。哎，你觉得我的提议靠不靠谱？我们煮熟了。不用买这个就好。啊，我大五年没有去过超市了吧？我就觉得去超市买东西有点浪费时间。我不是在搬家嘛，然后这房子临时租的，所以啥都没有。纯酸奶好吗？好，买水、懒菜、蛋，再来一盒那个鸡蛋。这是什么？哎呀喂！可以收工了吗？差不多。还可以。哎，干净了好多，张小姐。感谢我吗？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你是真的要发专辑是不是？对，我肯定是走民歌路线的，我已经找好了定位了。这个大白是我从雅文家顺的，那他女儿的玩具表示了。那谁？雅文。我可以负责帮你把三文鱼和草莓弄好，其他我都爱莫能助。好，可以的。这个牛肉还需要不需要再解了吗？差不多了吧。你问了一个我并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哦，我们刚刚已经忘记买现成的，因为要冻的，现在还要解冻呗。我在想，就这个现在是能煎的是吗？不用解冻，直接就可以煎了。我觉得冻的你怎么煎？它没有那么冻吧？这还不冻吗？这冻成这样，味道凶气了好吗？我觉得拿水冲一下解冻吧，可以吗？可以的。但是这样子会不会影响牛肉的口感？会。就这样，很像习惯肥皂。对。好啊，那可以了。你觉得怎么样？妈呀，看上去是熟的耶。这真的能吃吗？这么红，我感觉里面并没有熟。哎，你看，哎，里面并没有熟，要不要再搞一下去吧？要么你就吃我这块好了。你这个太深了，你别吃了。再煎一下，要不然我来吧。我觉得把它弄熟。你要全熟吗？也不用全熟，但是这个你看见血稍微有一点。要不然把它切一半。不用，是不是好点？可以的。这块比较厚。所以要按着它吗？啊，熟了。好了，可以了。好艰辛啊，吃一顿饭。
这血子拉扎的，真的。我第一次吃这么深的牛排，猩红一片。我真的能给你煎一下吗？我觉得有，不行。我觉得真的有点。一分钟搞定。这次应该熟了啊！好好好，这块可以了吧？我已经趁你不备吃了几块火腿。哦，这下可以，谢谢。真正的大厨都是不加工的，嗯，吃食材，嗯，嗯。所以你觉得昨天晚上节目播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嗯，我们收到的反馈对你的评价都还不错，就是觉得，哦，你好温柔啊，我好温柔啊。然后说你好想得开啊，说你人生观价值观特别好。我很温柔，嗯，我不是一直都很温柔的一个人吗？反正你跟我讲话都特别横，熟，跟你比较熟。你们这个秀，我说实话，这个秀啊。拍的挺大胆的，我也觉得挺大胆。就像那天不是做了一个街上的采访，就是很多人来讲你怎么怎么样，嗯，然后当时你在讲，你说这个秀当时讲打开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挺不开心的。但是我想想，还起码有人跟你讲一些话吧，就觉得挺好的，你能听到一些东西。因为真的要别人都在说你，就是叫什么哄你开心的话的话，我觉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情况。嗯，但是至于你，有一些建议是可以让你思考的，需不需要改正？这需要按照你人生的轨迹的路线来做。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嗯，你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我是很想做一个就是很平衡的人，什么都很平衡，就我不奢求极度的成功。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我觉得做到所有事情心安理得和我对自己的这种评价的满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远远没有达到，差太远。嗯，做到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你对自己满意的？嗯，去真正的干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不是坐在这里给你拍这个真人秀。嗯，没问题，你说啊。嗯，我就是最终想让我整个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和我的人生都非常的，就真正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嗯，但是你得让我拍戏，这是我强烈要求的一点。戏，因为你的这个难度在哪？嗯，因为你过去演的戏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大导演的大戏。嗯，你一下子让我把你拉到一个网剧的市场里面演一些没有那么好，或者剧本没有那么说得过去的戏，对，我就会有点觉得浪费。嗯，我是真的内心有点犹豫，我是觉得就把你推出去不断的演吗？只要有还可以的项目我们就去吗？还是我们要真的等到那个精品才下手？就是这个我是有犹豫的。电视剧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好之前，但是这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因为整个的市场和行业都在进步。嗯，这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是有这种动力可以做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市场的观众的欣赏的水平也在往上增长，剧的质量也在往上增长，所有东西都在往上增长，这是一个时间点。只要有一部好的作品，我可以告诉你，我绝对可以占领电视剧市场，我有这个信心。我绝对不会觉得电视剧市场没有人喜欢张艺兴演的电视剧。确实觉得你成熟，有了一丝放心。这个岁数也该成熟了。雨琦其实是个非常好强的人，他也是想把每一个工作做好的，不管有多大的困境，他都是在选择用去了解真相，发掘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并且他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很积极。所以你让我总结雨琦的话，我觉得他在路上，他永远都在路上，哦，而且我觉得他越来越会选择正确的路去往前走。哎，我认真的跟你布置一下明天的工作。好好好，我听张小姐，你就那个明天要先去公司
他们教你做兵器，你得，不好意思，就是你得学会一下。你做过兵器吗？没有。那你会打字吗？快。啊，好。那然后下午我们开例会，你就要帮我做会记录。啊，好。啊，然后完了你要接受新员工培训，正好我明天要做新员工培训。就是我也是属于新员工吗？要不然呢？哎，我已经职场也挺长时间了。你就是第一天入职的新员工。哇塞。反正他们就教你怎么干活，你就干活，虚心的跟其他同事请教。嗯，然后那 PPT 不会做怎么办？真的不会呀、啊？我也不会，学呗。但我电脑都用不来，我电脑一用就死机。哦，没事儿，你就我们电公司电脑多，不会给你斗争死机的。你看这个面膜已经快盖不住我的脸了，真的，脸太窄了。你需要高定面膜 ，SL 面膜，它可以，它可以，这张算是覆盖住了。嗯。啊，你明天到底穿什么？明天不要告诉你，我肯定要给要让你就惊喜一下就好了。你知道我在幻想的时候，一个办公室女生，办公室女生第一天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公司里面穿衣服的状态。你只要不要给我穿超低胸夜地晚礼服来，我都可以，好吧？但是你们办公室 location 不太好，地点不太好。我应该幻想的起码是上海 IFC 什么金融中心、香港 IFC 金融中心那种特别漂亮的办公室。我们不能。然后一进去之后有一个鲨鱼的那个鲨鱼缸，对，我一个朋友办公室有鲨鱼缸。然后他养了鲨鱼吗？对，很大的一片鲨鱼。然后进去之后走一圈，然后就这样，我一直在幻想我第一天在他办公室上班的时候什么样子。然后现在我要去你们那个办公室，我那办公室怎么样？我们那个办公室是我设计的，好不好？很美，自己装修，自己设计。我们一定要把办公室开在最好的办公楼里面，望着最好的风景，然后谈论最伟大的事业，做中国最好的经纪人公司。好，我们一定要把办公室搬到那种地方去，好吗？可以，可以，买楼，我要买个楼啊！愿望就靠你实现了，可以吗？拿出300亿给我。哎呀，300亿好去转一下，好累啊，先睡一觉好了。哎，我真的特别期待我今天上班什么的。我还没弄完这个面膜，有两步啊？我这个面膜有两步，我还没弄完它，还要涂一层精华。哦，还有精华呢，这么高级？对，就现在面膜都两步。你能睡着觉吗？现在几点了？11点多，快12点了。哦，可以。正常上班族是该睡觉的，你准备睡觉吗？我肯定要睡觉。哎，举起。因为我明天是我第一天要去公司上班的时间。明天第一天上班就不安排你打卡。我们正常几点钟打卡？5年前我们决定打卡的时候，我们是全行业第一家要求打卡的经纪公司。但是他们如果头一天出通告很晚怎么办？啊，那可以提前申请晚来上班，但是必须得有打卡制度。你同意吗？就是有，我给你演示一下怎么打针。就是每天要扎自己这个事情，其实蛮需要勇气的。你笑什么？就是深扎啊，然后。啊！等，不是这样啊，但是就是这样深扎。就我爸妈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就特别不希望他们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们每次来北京看我，我都宁可他们住酒店，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接受不了我的真实生活的这种节奏和我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会很难受，可能会心疼。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好像会被他们窥探到我生活的真相，但这一面又是我不太愿意让他们看见的。不管有多难的事情，或者是多大的委屈，我都不太想去表达，因为你说出来其实只是增添关心你的人的苦恼，最终所有的问题是要靠自己解决的，所以我就觉得别说了，就是解决它就好。好，我这个都不算大剂量了。那你是怎么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子的？就是长期不睡觉，压力就没办法。所以之前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是吗？肯定大。你之前大还是现在大？会越来越大，因为你原来只用做经纪人嘛，你现在要管一整家公司，就是除了业务，你还要做管理，而管理又不是我的长项。
咱们不管压力大不大，先把头发整两下好吗？哎，你有没有就是换一个时间，就是你把你所有处理工作问题的时间点转化在尽量在睡觉之前，不要在睡觉的时候还要看手机。不行啊，因为就是整个行业的工作大家都是这个节奏。你像我如果11点就睡了，那12点出事儿怎么办？我们经常12点出事儿，都得找我呀。我早上8点就起来了，大家都没醒了，对吧？大家不都10点钟才起床吗？这整个行业的生物钟是这样的，所以我没办法。好吧，你去睡吧，都11点多了。那你要干嘛？我有一些别的艺人的工作不能当着你的面聊的，我现在这会儿要处理。好，我知道了，我就把大白拿走。你习惯睡左边还是睡右边啊？都可以，我睡这边吧。好吧，那你先睡吧，我还要工作一会儿。行，那你先弄会儿吧。你睡吧啊。晚安。喂，哎，我看到明天通告表了，为什么那么晚开始啊？那个能调钱吗？咱们周三那个会还开吗？如果不开的话，我就做别的安排了。我们绝大部分艺人其实都是在表演院校毕业就直接进剧组，其实他们是不理解正常的职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机会让他感受一下也蛮好的。我觉得他会对职场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对经纪人是做什么有一个更感性的认知。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 赵友廷，我是一名往实力派演员这个方向前进，但往往被误认为偶像的艺人。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你那是心病，我这是心脏病，差一个字儿，两码事。过你说你怎么不说啊？你也没问呢。嗨，你坐那边。罗莉是我的主经纪人，工作往来主要是在影视方面的部分。三生三世这个项目就是他说服我谈下来接下这个项目，就觉得他是在战场上就冲锋陷阵的那个女战士。哎，师傅，麻烦可以空调帮我们开大点儿。谢谢啊。不要吃，我一颗就可以了，虽然双数强迫症，对，可以了。你确定吗？你吃一颗，我吃一颗，不就两颗了吗？哎，不行，我要吃两个，现在是3。刚才我就说这车上应该有那个，你知道那个空调应该有度数，然后给你调成单数。我现在看到了16.5跟19.5。师傅，不，你帮我调到一个整数。师傅，调到18.5。不要，一个那个19.5，帮我调20，谢谢，完美，太好了。不白起很开心吧？最近过的闲日子，挺开心的。懒，就每天就是想，哎，明天中午吃什么？明天晚餐吃什么？然后发觉自己做饭其实好像还不错。你要上网搜吗？怎么做的？会参考，有些就是比较困难的，但难不倒你。对呀、啊。哎，我刚忘了问，我今天我就得把 logo 给定了，是吗？还是还有机会。你还有时间调整。年10月份频繁的容量刷新之后，至今我们都没有接戏。
其实有很多项目在找，嗯，但真的能动心的没几个。他其实一贯的标准都是剧本过关，制作班底啊，然后宣发班底也都得过关，完了要有表演空间。就其实能满足这三点的本子就少之又少。嗯，你工作量不饱和。对对对，工作量不饱和。所以其实我在想，就利用这段空档，有点想把我们之前那个咱他一直要做的马克公益项目，那些事儿就捡起来好好的做了，就利用这段空档可以专心想这个事儿。我们想做的这个公益项目是想要帮人从身边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发现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从而转换掉你的负能量。这段时间其实也不停地在跟他开会，然后也跟团队们的一些小伙伴在跑。嗯，首先你知道的，我们那个画了4年的兔子，对，再接着画，还继续画那个兔子吗？对对对，咱们就是一条路走不通，咱们要不要就是换个东西画？我真的画兔子有点伤。再试试吧。明白。好，因为最近又有换到两个新的团队，然后再接着画下去试试看。然后对这块再试。嗯。兔子跟我和圆圆有一个关联在，因为它算是一个我们的信物。嗯，我们在婚礼上啊都是跟兔子有关的，所以选了兔子这个形象。就万一今天这一趴还定不成功，我们只能紧急启动蓝 B。蓝 B 是什么？蓝 B 就是没有兔子。这些事儿之前并不是我所熟悉跟擅长的，因为每天都在学习我们这一仗要怎么打。商标注册非常麻烦跟棘手，然后还有就是所有宣传的节奏，确实有很多会让人就是手忙脚乱的时刻。还不如好好拍戏，是不是？你看你有没有在拍戏？还不如好好拍戏。对对对，是。没那么麻烦。好，我们已经到了。Sorry， 我先打给他。你再打给谁？打给您，我是认真，没有在装。目前的话就是在4月23号世界读书日的时候会做一个直播，就是身体力行的倡导阅读，然后认真读书，然后不交流。他这次会推荐出10本他觉得符合我们光合时刻治愈呀解压这个调性的10本书，也会把这10本书落地到一些书店里面去，你会看到可能有光合书架。我在想，就是第一是先咱们确认一下直播的位置，然后最理想的状态不就是坐在自己的光合书架前直播这件事情吗？你说这里吗？这个位置好吗？那你这一块不行吗？可以吗？那边的背景没有出这边好看啊。我现在突然有点想到那个就是林更新的标准拍照姿势。为什么他腿怎么了？因为他腿很长，所以他弯下来就很难，所以他必须要就是屁股往后撅这样。这太好笑了，特别傻。我觉得这个位置吧，或者这里面可能就不太显眼了。这个位置。可这样，就是他们的书架是这样的话，你用你那个怎么做到你要的那个荧光灯的？因为你要的不是一个平的一面墙。对啊，我要的是平的一面墙。反正就两个路子嘛，一个是在现有的书架上做一些改造，不然就是找一面墙做荧光的效果。对，荧光那样的东西你们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可以啊。还行，就是一个亮点嘛。对对对，你看
你看，他也觉得可以。你咋了？我只想到别的东西而已。啥意思？就是上面打一个就巨强的光，然后人家走进去都看不到。然后随便取出了一本书，就是这是也是一个缘分，你知道吗？好，那先先这样。先这样。可以，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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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撤了，客气，好，保持联络，谢谢。好，送送你们，谢谢，谢谢。书放反了。啊？啥？书放反了。我好想把书放正了，还没定住。等一下，等一下，不用了，不用了，那边也摆了。海哥，海哥，那边也那个书摆好，快点把书摆正了。那太可怕了，他走不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哎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对颜色有要求吗？就灰墙可能是那种荧光粉，确实会比较好看。当然，绿呀什么之类的也未尝不可。所以，荧光就是黄光，就太普通了，对不对？不太好看。就算你弄亚克力的，或者是你用荧光条弄成一个，就是个框。对，一个框，然后是这样的书架，好像就还差点意思。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有一些。就那比如说，如果是那样两面的话，那等于一边是书，我觉得不用两边都是书了，就一边书呢，另外一边就弄一个，比如说弄我们的兔子，用灯光勾出一个我们的兔子。嗯，这确实是个问题呀。好难哦。辛苦是赶上你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我们从那个兔子开始讲吧。好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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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上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一确认板有多远？揭幕答案的时候到了。因为兔子是我们这个工艺品牌的主形象嘛，其实已经画了4年了，都不满意，然后都不是他心中的那一只。嗯，你想说什么？没有，我就觉得这个作为主形象好像还不是，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他已经到了75到80，自己不懂设计的人就很难去表达出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只能看到一个东西跟对方说对或不对，或接近了，但实际接近的部分是什么也说不上来。你那天改的那个什么，说那个手臂什么脚啊，是变了些什么？现在就是叉腰了，手差点叉腰了，之前是垂下的，然后他的头的角度也是头拧过去了，1/4的一个小的这个微花瓣飞起来。对，然后其实我们也还做了一个尝试，就是他从土里面长出来。这个好笑，它是一个土花，土兔。对，就是它埋在土里面，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动作，就是它给它自己浇水？可以，可以。这个待会我们会专门来讲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你如果说它有什么魔力或者技能的话，就是它是制造光的。好可爱。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兔子
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有一点呆呆的萌萌的傻傻的，就是他都会有一个动态的身体做他微信的表情，就他们可能看到的不是这单独的这么一张图，下面也有光和两个字。我觉得他就是在砌墙。如果光的透明度调整的话，能更像光一点吗？会，稍微给一个渐变，就是你可以看到光源从哪儿来，因为光源是最亮的，然后像它的那个光线散开，慢慢变弱，这个是没问题的。对，你让它更像光，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对。这是什么？它的一个爱心里面。对，它好萌啊，这个。对，就这个就可以看到，因为它有飞的部分，但它又很实。嗯，如果是更飞一点的。No。我接手以来也废掉了，好像12-13个有了。其实其他伙伴也在说他们觉得已经不知道怎么画兔子，然后觉得很蒙圈，就觉得已经画完了全部兔子，为什么还不满意？我总觉得，反正因为这个刷这个或开呀、啊、或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对，可以接受。但是主形象。这个兔子是根据它不同的场景做不同的动作的，它不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形象，我们也不希望它有一个。所以出来的东西在海报上反而会是光合计划，对对对吧？对对。因为我们鼻子是凸出来的，有一点点小的小鼻头，两个小鼻头，对，对，还蛮可爱的。OK， 那所以其实。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 OK 耶 OK 耶。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不止一次的说，因为我们中间就是为了这个 logo 的这个设计真的耗了大概2-3年，然后真的枪毙了大概60-70只兔子。我于心不忍，特别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好的兔子。哦，好开心哦，太开心了，因为这个是最早出来的版本，又担心说提案的时候会不通过。OK， 好了 ，H5 最复杂的部分来了。这个是 H5 整个的流程的一个线稿，读书直播的一小时是12:30到1:30之间，就是类似会有一个小二维码，只有阅读超过5分钟以上，我们把它记录我们的总时间，每积累24个小时都可以换成一本书。我最后的目标是10,000本。你说100万人读15分钟平均的话，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嗯，100万人读15分钟。哎，我想问一下，普通的观众真的会在看视频直播？我如何去扫这个？除非它是一个共存的东西，对不对？嗯。但是这不太可能实现嘛，技术上。不是，他也忙不过来。除非他有2个手机，是吗？如果这里面有流量，我们做那么好看，花那么多心思去做这个东西，那最后没人看啊。就这个是问题啊！你 H5 第一波导流从哪儿导？那我们现有的资源能导到多少呢？说实话，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到20%多的转化率。我觉得我太理想化了，会忽略掉旁边非常实际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今天我不直播了，那我们这个东西怎么还能够达到一个我们预期的一个要求呢？实际讨论这个事情才发现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意识到说哇，这确实是一个好像还蛮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一直在这2点之间纠结跟摇摆，时间又比较紧张，现在可能就是要重新的再去调整整个策略。
我先倒推一下我们的核心内容在哪里，怎么让大家以一种比较轻巧好玩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因为你跟人说你来读书读这推荐十本书这个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有负担的，所以才有了我来记录你的阅读时间转化成童书捐赠这个形式，可能会比较有趣味一点。然后你打开的是一个 H5 的页面。那你还是得回答那个问题啊，直播如何引流到你这个 H5 上面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对这个预期摆到这么高，我先把这个基数降低了，然后我做一个持续性动作，持续不断的会推荐一些书过来让大家看。我知道这个梦想步骤就是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我们连第一个步骤如何把这个引流到这里都没有解决。但是如果你第一步都不迈的话，你就是永远都在想，那就永远都卡在那个节点上。如果要赶在23号，那别说今天了，就早就应该很多东西投入了。今天开始都已经是个加班加点到非常夸张的一个程度，它才能产生那个点。只是说4月23号这个时间点，大家觉得天时，对吧？我觉得这个没那么重要。为了光和时刻，他每天有10000件事情要汇报、要处理。我知道他很累。我觉得当他一个人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肯定得跟上呀，要不然这一仗如果就不打了的话，对士气来说，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蛮大的打击的。到今天为止，这会我已经开不动了。然后我觉得大家意见不同，怎么去执行这个东西，要不要做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就应该讨论的一个事情，而不是现在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备齐，只差说去打这一仗，然后现在大家开始讨论说我们到底该不该打。今天如果不做这一局，我自己是个人我会觉得非常对不起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去做这件事情，哎，确实做得很好，所以就做吧。而且我们做一个好事就好了，然后你们会有持相反意见或怎么样的，就他往前冲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个结果，我们就学习这个教训吧，对不对？大家都是啊，对啊，没有啊，但你有可能打一个很漂亮的仗啊，不是吗？那有可能很惨，对不对？没有惨啊，很好啊。只是我们怎么在讨论怎么让它变得更好嘛？那个结果是没有人能够去把握的嘛？谁知道啊，对不对？没有你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开这个会做这件事情了，对吧？哎呀，我就是分不清。那做这件事情总比不做这件事情好。我就是分不清会不会因为我一直往前冲，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是特别乱。没有，我们只是大家一直在讨论怎么把这东西搞得更好嘛。那中间必须要提出各种质疑。那都不是就是针对你个人的，现在不能丧气气馁，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但是至少我们有兔子了。对啊，对不对？我们有兔子了，还有 logo。死了几十只兔子之后，我们终于有了兔子。几百只，对。然后我们有 logo， 多好。如果再做一件好事儿，就不会有错。如果出问题了，那可能是方式用错了，没关系，可以换一种方式接着来。但因为它值得，所以就更想坚持。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它也是我的全部动力。就现在我们让他来主导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得跟着他走。跟你说做就做，总得有人下个决定。做啊。那就做，就做吧。就做啊，对不对？没什么可说的，一起努力做更好。就干吧。我觉得他心中有一个那个小宇宙是不会被熄灭的，是凭着他对这个事情的热情跟相信，愿意往前冲那一步。我觉得那一步不管。
汇报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告诉大家说我的一个计划和拍摄的方案内容和我就是借的衣服现在目前是什么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只有你一个人吗？按理说不是，可能来的比较早吧，特别在意，特别积极，特别想看。哎，我特别紧张。我昨天晚上做的，因为我昨天一整天都在拍，然后他们就嗨 ，hello， 那这么多人都搞这么真实吗？来呗，好。这是一个封面图，我就觉得这张照片特别可爱，因为我看了翻了他们的微博。你看牛超他穿衣服就很有风格啊。我是设想的是，因为每个人只有一套嘛，然后单人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要面部就是轮廓比较清楚，因为毕竟宣传照，我觉得要让，比如说我这个年纪的女孩，或者是广告商，让他们知道说，哎，他们的五官长什么样，易得他。所以我觉得就是稍微干净一点，然后五个人一起的就可以偏稍微好玩一点。然后妆感，我就觉得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化了妆，如果男孩子就男孩子气一点的话，我觉得更好。然后这是我借的一些衣服，然后都是比较设计师品牌的，万一他要商业用途或者是要拿来抠图什么的，有一个大 logo 都不太好。然后稍微就是比较有比较干净的，也有比较潮一点酷一点，比如说我觉得牛超或者是小何就可以穿，就稍微有一点点细节的东西。就这个中间那套黑的是，你觉得是应该是谁啊？这套吗？我自己是觉得这两套都比较偏向牛老师，然后脑子里只有牛老师吧。没有没有，因为他比较好 dress， 因为他可以穿很朋克，但是如果你让那个小顾穿这种衣服就特别不合适。这套我就设计我觉得给于冰，因为他特别适合穿高领的衣服。我觉得这几套衣服好适合顾天航哦。顾天航小顾，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你看图片是一个感觉，但他真正上身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我也会让他们带一些自己的裤子，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裤子还就是挺难找的。然后这是我借的鞋子，这些鞋子好是你的风格哦。然后我会让他们带一些皮鞋什么的，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摄影师其实是他稍微偏日系一点，但我跟他上次合作是拍写我的写真的时候。谁呀？他叫崔超。有崔超的那个拍摄过的图片吗？我这边有，但是没有导到电脑上。你可以先让他看一下，要不然，对，因为这个大概的，我觉得你讲蛮好的，然后你再让他有一个对于摄影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这样他们会更踏实。约着。都是你自己找的？对。如果有这样的员工去入职你那边，你会收吗？会啊，他审美很好的呀。那你的员工没有提前准备好？在工作当中，时尚部的经纪人会要跟你的客户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的。你想要什么？我认为我的标准是什么，我的建议是什么，这一方面娜娜是可能欠缺一点点。在这里可以用手机看，它这是很久以前的没有归档的档案，但是就是它是拍一些比较日系的，棚内拍的是这一组，我觉得它就是它的光打得特别干净的那种。所以是你用过的哈？对，因为它就我觉得熟悉的可能会稍微比较合作起来比较好说一点。那20号拍是吗？对，20号。你们会去吗？我肯定会去。他是这个片子的对主要的编辑。嗯，这是他们第一次就是几个人一起拍。嗯，对我们来说还蛮重要的。重要的。不好的话，我肯定会说不好的。没关系，要听实话的。因为男团他有甜美系的。然后有嘻哈风的，但是我觉得首先他我们在做男团的时候，我想呈现的就是简单然后高级，区别于现在市场上所有就是比较视觉化的东西。知道。那我们就主要在现场再调呗。OK 啊。好啊。行，
辛苦啦。你们四辛苦你们，谢谢谢谢，辛苦了，拜拜拜拜。我是不是衣服不够啊？我觉得也是。这次这个宣传片还挺重要的，就是在跟林姐和团队开完会之后，觉得说不是只是说为了这个节目而做，是真的就是为了小哥哥们出道做一个拍摄的准备，所以我当然也会希望说尽可能的把它拍好。而且我紧张其实是因为找的是我朋友拍，然后万一拍不好。没关系，我不会拍不好的，我不会拍不好的。我觉得衣服太少了，我觉得还要再借，包括比如说你看基本的白 T 和黑 T。对吧，这些全都是基本的，然后那种不同的牛仔裤每个人都有的，你剪一剪或者怎么样的话，它其实也是能够成立，当然这是最便宜和最简单的方法了。但是我觉得你是要备着的，然后你知道每个人确定可能他们都会穿什么的时候，然后再跟摄影师来沟通你的这个拍摄顺序，被打的颜色是什么，你怎么能够调动他的情绪，让他真的有表现力。然后妆发不要太浓，然后头发要稍微轻松自然一点。好，好吗？那回去弄。行怎么着？棒！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要来真的了，宝宝！真的耶！结束了，我要去拿鞋。Morning。那我们先弄衣服。鞋，那我就想要最自然那种。大师，我们有音响吗？有。雷贝，来点嗨曲。这个，其实这个灯你降低就可以了。Morning， 小哥哥们，妆发，妆发我就觉得简单点。不用太高深，我给你们按一款水底液，它就有十二个色号。这款水底液是自然堂的冰肌粉底液，然后它特点是什么？它就是很轻薄，但是同时遮瑕效果。然后它有两种，就是轻薄就是滋润型，所以就是看你适合什么样子。嗨 ，Good morning。你们先进去坐啊，还是你们要参观一下都可以啊。我们去看一下衣服吧。这个是给你准备的，小松许。很适合他哎。小松许，这些都是你借的。对啊。我辛苦啦。不会。你说我今天戴发带不？不戴了。那我就直接这样。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太？他还没弄完呢。自然一点妆。好。从烫衣服、准备衣服到等等的，我跟摄影师还要自己私下沟通。其实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主要是五个人真的还挺难的。我们的兵哥来了，我们先拍这个。表情可以不用那么酷，可以那种 peace 一点，就阳光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多好看的呀。你觉得哪个好看，我就拍一下，我给莹姐看一眼。这张可以，这个好看，这张真的好看。他可以张开手，完了，完了，拍过手。他可能一定好看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暖男的感觉。他不想要暖男，他好像不是暖男的风格。那我们就试一套，我们把这个拍完，还是保一个这个，然后我们再换一套白衬衫。不能要毛衣。那我们就换一个衬衫试试，这个也暖男呢，怎么样都暖男呢。我也就是酷一点的，所以他不想要那么暖，不要挑任何针织类的了。这个呢，如果这件呢，然后把这个劈了，也可以啊。那么这个会是可能是英姐想要的感觉，就稍微会酷一点。
看哪一张好。没有，我就先让他看看大概感觉吧。回了吗？可能是我没调色。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审美的看法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老板对于他们的定位其实很重要，所以我比较紧张。你觉得他这个衣服怎么掖好看啊？是不是莹姐来了？你是有多慌？我比较希望他来。来了来了来了。拍的咋样？老板你坐。别，我坐着难受。可以看这个。我觉得云明适合黑色吧，但是因为我给他们搭的是所有暖色系，就黑的话就怕所有人都是浅色是吧？我是觉得你看他们俩的照片放在一起，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可以看他第二套的，这个其实就差的很多。其实他适合酷一点。就是我是觉得一个调性两个人不要抢。其实你想把他们人物风格对明确一些，所以那就是说他肯定是暖调性的，然后他和他可能就他酷一点，他炸一点，但他其实也我觉得他是文青，文青气质风，他有一点怪的风，怪，你就有眼镜的拍一点，没有眼镜拍一点，就是性感的也可以拍一点，就是摇眼镜什么的。我觉得莹姐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她了解他们，然后也知道他们的定位，也有帮助到五个男生的情绪调动。我们的文青小哥哥来了，来，我们动起来，动！你现在你看我拍了五张了，你就是一个姿势。你就镜子往下一点，然后可以侧着，可以侧着。好，先拍这样的，差不多大半。对，这种我觉得这种可以好很多。对对对，你看自己长了，对啊，哎，这动起来没关系。好，前面的还有，好，我觉得可以了。好，那就超哥。真的没有人帮娜娜是吗？对。挺简单的。很好看，怎么那么出片？我觉得得在掖。他什么都不用干，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你得在，你得掖紧一点，然后再拉一次。好。娜娜太敬业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真的所有全程都要让娜娜来做吗？包括订餐、订水、换鞋，所有的这些细小的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在她的意识里这些就都是我该做的，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好看啊，来。好看。其实这张如果小何不伸手的话还蛮好看的。对，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我觉得这次拍摄的对于结果来说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所有的呈现出来的图片我都觉得很好看，然后娜娜找的摄影师也非常跟他们非常的合拍，从结果来看是非常成功的。那今天就中了，辛苦辛苦哥哥们，今天主要就是觉得感受到了就是当编辑的辛苦吧，这一次也是我的一个对时尚更了解的一个开始，我自己做的其实也是挺享受的。先那个实习完感觉怎么样？觉得太短了。太短了。所以你还想你可以暑期回来继续实习啊。哎，那你有发现比如说在这个工作里你发现自己真的有一些 talent 吗？就是做 stylist 这块。我不是只能做幕前，我可以做幕后。
然后现在已经考虑退休的事情。没有，就是在想大概20年后的事情。就我感觉可以，而且我一开始想说会不会我真的做了之后我就不喜欢，但我没有觉得不喜欢。当然造型的部分，从就是借衣服，然后到把他们变得很帅，就是这个过程我是享受的。那现在上课觉得苦吗？开心。熬着那个，就是熬着夜的时候觉得好愉快哦。好愉快。嗯，因为很多同学就觉得上课上学是人这辈子最难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工作过，我就知道其实是开心的，太快乐了。你现在学习定的目标是9个 A 对吗？对啊。能做到吗？就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吗？有点后悔定了这个目标，就会把自己逼死。但是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呢？因为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就是学校就是班上最好的那种学生，因为我一直在练琴，所以我就没有太多时间花在考试跟复习，所以我就没有享受过学霸的感觉。所以我才那个不是之前上热搜说什么我对着就期末考拿 A 吗？嗯，那对学霸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难得，很难得。但所以我真的不是学霸。他们还说你给我学霸人设。我没有给过任何人人设，对不对？我要澄清一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我前阵子上的时候我会怕，觉得、我也会怕，因为我觉得不懂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这样 judge 我们？对，要上热搜然后讨骂，嗯，然后大家还觉得说这个热搜是我们自己买的，就是 我们真的没有钱买热搜，就是没有人会，因为我没有人会花钱去做一件大家讨骂，对自己讨骂的一件事情嘛。那现在我就想开，我觉得上热搜如果能让更多人知道我，那就有机会给更多人知道说我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就也就想开了。我都是经历过一天上两个热搜的人了。我觉得上热搜这个事情其实是，你看你怎么理解它？它其实我一直觉得微博世界跟微博以外是两个平行世界。嗯，就是其实你不打开微博，你完全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困扰。所以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你也可以当它存在，但是不影响你。我现在就是这样，存在但是不影响我。所以我觉得你学会不在意就好了。学会了，挺好的呀。Cool girl, cool girl, cool rabbit, cool rabbit。会了。毕竟已经大半夜了。我脸有没有红？我一喝酒就脸红。一点点。七仔，就是你去剧组了解基本情况之后，要跟各方各面的人认识跟了解，以备你后期要无聊的时候能问到。还有你要给小白的助理下一下任务，让他每一天可能要记录哪几个关键节点的问题，或者小白的情绪怎么样，你随时要知道。然后还有生日会的工作比较重要，所以他的想法那些你都跟他唠听了。还有音乐的部分，你们现在选好歌了没有？那个歌要给他听一下，定一下，然后什么时候录音，录音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记下来。确实为你鼓掌，来上车。上车。你来干啥来了？看着身装贵，来探个班是不是？哎，这什么东西？他妈也在带礼物了呀？来慰问一下您两位。看，太好了，这啥？剧组养生必备神器，
有个按摩仪，然后还有一个养生壶，还有茶。拿这些没用干什么？真的是，哎，上班嘛。感谢七彩大哥。养生壶，润喉茶，宣肺降气，清音亮嗓。这就是按摩仪吗？对，按摩仪。咋用这个？怎么用？有说明书。就是说，如果说拿这个按脚的话，是需要自己拿着，不是用手拿着按着自己的脚是吗？这是我见过，这是我见过最走心的一个按摩仪，真的，疼心。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像那种，就感觉贼无力，你不感觉吗？就感觉特别像虫子的脚，你知道吗？毛毛虫啊！你试一下嘛。这是呢？是啥？背部。你得使劲儿按。啊，这是双面使劲儿，你这样也是锻炼。太难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刷碗还行。还得自己费力在摁，你知道吗？现在你是在硬凹吗？没有啊，这是真的。确实好用，好用。那个按摩仪确实是有一点，还行吧。哎，听说你最近涨了不少粉丝啊？涨了不少粉丝啊，七仔。哎，这不是您人气高了？这跟我没关系。你是用实力，用你的大头吸粉，这。这跟别人没关系。不，我头很大。你自己看，你连肩膀都没有，就只剩头了。嗯，怎么会这样？没有脖子，没有肩膀。真的，我怎么就剩个头了呢？哎，真的我就剩个头了。哎，不要使劲伸，哎，没有用。给人家特写。看到这颗头了没有？这都是智慧，头大的人都聪明。这都是智慧，这叫啥？这叫一脸福相，旺夫相。旺，我们七仔是旺夫相，对，所以看上我们七仔的人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联系我，来，我可以帮你们做一桩美好的姻缘。谢谢您嘞，节目上征婚，谢谢您。啊，有来举足了。走，他要修磨时间，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说。没关系，我来修磨时间。我要离去忙别的事了，我这次来想瞧瞧。进来。来来来。哎，你二胡练怎么样了？没时间练。是吗？你的口琴跟吉他呢？口琴好难啊，口琴就是想吹好，真的挺难的。是吧？那天我就说了。然后吉他呢，就你要想 solo 的话也很难。没事，慢慢来。我以前是有吉他的，但我发现我吉他很久没弹坏，所以买了个新的。对，叫剧组。二胡也给你买了个新的。哎，我觉得我这辈子绕不过去这个梗了。所以你得证明自己一次，我觉得。我也拉二胡给你伴奏嘛。哟。真的，我二胡很厉害。哟。真的很厉害。真的吗？我那天不想怕打击你。嗯。来。调下音。嗯。很随意，你笑啥？
练，太厉害了。怎么样？我为了你专门去学的二胡啊，七仔，所以你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好不好？没问题，这个我不怕。好。去剧组探班不光是跟着进的，你得带着你自己的宣传任务。啊？怎么样？你这次来怎么没找我工作呢？还有 ID 没录呢，有语音的。啊，语音你就给我自己录就好了。嗯，还有一个那个声探的合作。合作？声探那个一个有声剧的制作公司的一个小合作，然后想让我们录制一个先导片。哎，还有啥？生日会的话。整个的设计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是从场外到场内的，他会有一个系统的图给我，或者系统的意思给我。OK， 我现场能不能 Q 我的朋友下来唱歌啊？涉及到版权问题。好吧，这话实话实说啊，但你这次并没有一上来就跟我聊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真的。是吗？对，你以前一来的时候，哎，我跟你说个事，那个啥，怎么？对，出奇的，很奇怪。期待真的是，今天也没跟我聊工作，让我觉得突然这个人是不是有阴谋？哎，不，虽然就算他有阴谋，但是呢，很开心啊，因为有史以来基本上算是第一次来主动找我来围跟我聊工作，给了我一天。那个喘气的时间很好。你以前来工作的时候，你从来不送礼啊，你这回是不是有点虚情假意了点？这不是，这不叫成长吗？不，我相信他真的是真心实意想给我送，但他不知道我需要啥，就瞎买了一堆。嗯，确实。对，瞎买，但是你买这堆其实是有用的，最起码那个养生锅是有用的。他是有一些不足和不成熟的地方，总体来说，方式方法上，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你有感受过就是说做这一行的压力吗？就是你的焦虑、你的压力、你的难过、你的这些东西。有啊，我全都经历过啊。那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就自己选了吗？期待这两天心理压力很大。对，你要知道他，这就是老天放在你面前的一道坎儿。本来我可以不选择这个坎儿的，是不是？不，人必须要给自己找类似这样的坎儿。我相信啊，节目播出了之后，肯定会有一些人会觉得你总哭，然后总就感觉你很矫情啊，或怎么样的。肯定会有好的，有安慰你的，肯定也有不好的一些声音。但是这个坎儿，过了就是你过了，你就过了，过了就过了，而且不断有这样的坎儿，你才会越来越往上走，越来越好，越来越坚强。对。其实流泪我真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压方式，而且其实说实话啊，因为我是在生活中不轻易流泪的一个人。但是我在拍戏的时候，我流完泪，我觉得特别爽，就感觉整个人贼通透，就贼舒服，就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那我经常挺舒服的。对，是啊，经常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在生活里总去发泄你自己的这些不好的一些情绪，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就是都懵的呀，但是我下午就直接演了吗？我来录这个节目就特别不舒服。好吧，你走吧。我们要的他给不了。就这个设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 OK 的。就像那天不是做了一个街上的采访，就是很多人来讲你怎么怎么样。嗯。然后当时你在讲，你说这个秀当时讲。打开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挺不开心的。但是我想想，
还起码有人跟你讲。特别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凤凰娱乐、网易娱乐、中国网、凤凰新闻客户端、Zaka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知乎、Boss 直聘、智联招聘、猎聘、考拉 FM、听伴、月跑圈、蜻蜓 FM、极光 TV、QQ 看点、天天爱消除、企鹅极光盒子、兴趣部落、米读小说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正片结束了，还没看够？在腾讯视频搜索“经纪人方外”，继续看更多会员独享幕后花絮。3月19日起，每周二中午12点上线和经纪人的专场，专属 cut 内容大放送。关注腾讯视频 Doki 广场，参与明星聊天室翻牌互动聊天，被翻牌的幸运儿还有签名照和明星同款好礼箱。